实呢，他在这一段时间也非常的辛苦啊，跟嘉宾姐一样非常的辛苦。可是呢，很多人都说没看到横滨出来，好紧张啊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开不开心啊？我请横滨跟大家讲个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你们真的很辛苦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你们都是不离不弃，始终如一，那真的不容易，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再来，我想对我爸爸说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我对你有信心，中华民国靠你了。